小诺不见了，小诺他没事啊。小诺跟我说他脚扭到，而且他手机落在这里。真的没事，我刚才有看到他，他很安全，你不要担心。他真的没事吗？你没有骗我？我怎么会骗你呢？那你在哪里？ 我找到宝藏了，你不是有钥匙吗？试试看能不能打开。你找到了。 属于你的宝藏。 找到了，你是我最珍贵的宝藏。以后每一天，不管你是开心还是难过，都有我在。你的开心会加倍的开心，你的难过我会替你分担。我一直陪着你，守护你，站在你的面前，为你挡风遮雨。 成为你最安心的依靠，我会用一辈子的时间写下我们的圆满。 就算寂寞多久，时间。